记者翁子涵高雄报道，第13届 KKBOX 风云榜今在高雄巨蛋盛大举行，由阿妹张惠妹打头阵，葛仲山、谢霆锋、黄明志、陈奕迅等人接棒演出。日前在脸书宣布参选镇长的谢和弦被问及此事，他神情肯定说，没有打算，是认真要选镇长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他没在怕政治斗争，霸气表示，白痴都知道政治比音乐险恶，透露自己不打算走传统选举模式。今年11月25日将举行投票，家人都相当支持他。至于资金来源，他打趣说，就是华纳唱片公司。谢和弦今年除了要参选，也会发行新专辑。谈到有无时间和老婆做人，他坦言一直有在进行，但强调顺其自然。至于理想的小孩性别，他笑说，我想要女儿，他想要男生。 KKBOX 风云榜谢和弦联访记者陈一宽社。 KKBOX 风云榜谢和弦联访记者陈一宽社。